老花一每日一答。回答一下这方面的养花问题。这话说今天夫人怎么来了？夫人过来助阵啊。第一个错宝，他说家里边的老人把茉莉花盘成了一个圈，求教该怎么修剪。花圈。不能那么说。不能那么说，那你肯定不能那么说。你看他不能剪，你知道为啥不能剪？因为老人好容易给他弄成了一个圈，你给他剪了，老人不开心。对啊。那怎么办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个、造型也挺好、造型挺好的，对，嗯嗯，就这么养着呗，是吧？那到时候咱上了以后，让他再买一颗就行了，哈，别让他剪了。有道理。对，嗯、别惹着老人不开心哈。但是把这多余的那种不好的叉叉，然后修修。很长的啊，多余的不好的修了就行了。可以锦上添花。嗯，对，你千万别，求教这样怎么补救啊？别让他救了吧。直接买吧。直接买，藿香。藿香。霍霍死了，不香了都。这个没救了，这个真没什么救了。那个啊，这不剪秃噜了？啊，剪秃噜了，还有芽子。嗯，这个就是旱的。嗯，旱过头了，然后根没死。老花一石灰灯小苗突然这样了，因为闷根了嘛。这个就是缺光啊，闷根啊，水大缺光。然后缺过一次水，然后也爱这样。对。嗯。嗯，下个错包。万华镜买回来的时候黄黄的，二十天了还这样，咋办？这有点缺肥呀、啊，这就缺肥。它现在处于一个很旺盛的生长阶段，然后及时的补充好肥料，然后后期慢慢的就会越变越好，挺好。万花镜那个穗子就是长，你看新出来的叶子已经发绿了，对，嗯，老叶，然后注意那它的倒伏，老花一这个是不是得了炭疽病？你这样看不出来、啊，这样没事。米兰这种是属于很正常，偶尔有个一个俩叶片，对吧？整体很好的就行了。对吧？你好多人养花就是拿个放大镜搁那研究。哎呀，我这个叶子黄了呀，老花姨。哎呀，老花姨它不长花苞，栀子花吗？这不长着呢吗？这不长着呢。对呀、啊。嗯。主要是张牙舞爪的。其实栀子花这个呢是非常喜欢光照的，还是非常喜欢肥料的，也是非常喜欢水的。还那句话啊，光照一定是一个最主要的前提，没有光照，其他的这两个都不成立。而且它顶端开花。它老喷水，你看。对。老喷水，这个都发黑了哈。对，有叶杯哦。嗯，完了。完了，没了。没了。那你叫我来干啥了？这他们再有问题，跟他们说一声，在评论区里边问呀。为啥让我出镜？啊？我直接单独出镜就完了呗。宣誓主权。我是老花一。养花最专一，拜拜。你是谁？我老花一媳妇儿。拜了。拜拜。